啊，那过来带乡亲来去吃好料的河滨镇农街，为着推广在地食材、甲在地农特产品，是透过高龄班行动合作课程，请来家政班的志工妈妈，喜欢安怎用上介简单的方式，将芋香腐乳变成美味的料理。芋香腐乳是河滨农会上有特色的农产品之一，但是你敢知影芋香腐乳除了直接吃以外，也可以当做什么变化吗？今仔日河滨农会高龄行动合作课程，邀请家政班的志工妈妈来示范一连串芋香腐乳的创意料理。腐乳吼，你若煮鱼啊啦、滚肉，拢足赞的，免掺半项。啊，因为吼，因为咱地瓜叶吼。掺迄落腐乳吼，落用啊吼，哦一斤磅诶，真好食，真的啊，拢免掺盐，免掺味素，安尼真赞。班长再来家己栽种诶番薯叶做示范料理，除了腐乳炒番薯叶以外，现场也搁示范腐乳加是即道料理。为着好搁较侪人知影何必在地农产品诶好，目前也有电视节目到在地录影，何必农会特别提供芋香腐乳甲乌木耳露做奖品送互乡亲。啊，阮何何必农会吼，拢推销一寡农产品吼，阮为农友吼来发声吼，制造搁较好诶福利吼。啊，阮何必农会有足侪农产品诶吼。黄泥、乌黄泥、吼、乌卤、吼，啊，今仔阮河滨农会有我，啊，甲阮上干，吼，啊，董爱书，吼，来遮啊推销阮河滨农会的农产品，吼，互农民的福利搁较好。乌黄泥，哦，是真好的食材，哈，诶，有人体诶必需的八种氨基酸以及维生素，哈，诶，啊，要促进消化系统是良好的牵润作用，哈，诶，等预防心血管疾病，啊。改善体质哈。现在热天到了，乌木耳露有丰富的纤维素，更加会当配合绿豆汤等饮品做回享用，清凉个体会。大众新闻叶鹏武何美采访报道。